来，噩梦的厂长，老厂长，打的是湖景村，机械佣兵前锋幸运儿。这大哥是认真的吗？还是说卡了没选上人呢？开局先修机子，估计应该是搞错了吧？再能打个幸运儿？这个刷点对于穷者来说还比较好的，这就看见这佣兵了，我都没看清楚啊！哎，这佣兵上来就躲着的，这怎么会被看见的呢？带的是淬火，上来蜂拥而至，机械师娃娃一放不修，人先修，等到队友受伤了再操作娃娃，那过来找前锋佣兵看见了，那剩下的这个不是机械师就幸运儿，抓幸运儿，幸运儿现在手上没有任何道具啊，还有一个白板，完了。这个局，这幸运儿有点尴尬了，对吧？幸运儿，你要前期他不修机翻个东西呢，可能，对吧？翻个什么半颗球啊啥的，可能还行。现在的话，就看自己的一个单纯遛鬼的功力了。不过小慈他这个遛鬼功力还是基本功还是好的，所以说应该不会特别容易上来就是直接白给刀，肯定是就是牵制够了足够的时间。看交互点，这边交互点不，哎，闪现进来，那吃一刀嘛，打一刀，哎呦，这黑炭，这黑炭，这黑炭是真的，我觉得厂长这刀可以不用那么着急打，那等一等嘛，这黑炭上来先打，你敢翻我就打你个震慑，对不对？厂长这刀感觉稍微打得急了一点，不急的话，这个人应该是要没的，那黑炭有点慢。反应慢慢的，一刀没打中，再追，这边有个加速，这一刀没打中有点亏，厂长很难受啊。现在这块板子在下，要等黑炭过来，等黑炭过来破板，追过来，一刀 nice，还行。总体来讲的话，这个节奏对于厂长来说是可以接受的，保平有机会能保。不过外面有个机械师修的还是很舒服的，就因为厂长的防守嘛，他如果防守防得好，哎，前锋直接选择撞救，那不给机会，不给机会，厂长不能靠防守来翻盘，那只能看要不要倒在遗产级了。这一波撞没撞到，先打你一刀，开个二阶，这里可能会丢个娃到机械师那边去。啊，这边丢娃封走位，佣兵能救下一波，佣兵电机81%，机械师这里娃娃的电机也够了，这局要看开门战了，要看开门战了，电机应该是拦不住了，因为这个机械师压根儿就不是这边的一个主修电机，它主修的电机是娃娃那边的海滩电机，然后中间电机修开，佣兵这边救波人，电机就好了。啊，这边前锋还以为这台电机是一台遗产机，其实不是，这只是一个幌子，对吧？这机械师不仅骗了屠夫，还骗了队友。队友想，哎呀，这一家20%，我得去保一保，你赶紧修。哎，这台电机是真的？哎，不对啊，刚才前锋跟那个佣兵的电机，等一会儿，是差一台啊？哦，那我刚看错了，刚刚是三台机吗？那我看错了啊！还真看错了，机械师娃娃有一台遗产，对吧？刚才就差两台，我看到前锋和佣兵两个人合修一台。哎，我傻了我。仅仅骗了大帅，是的，我是个憨批，我给大家道个歉，不好意思，我看错了，我待会去看一下回放，我记得明明机械师啊，不，佣兵和前锋合修一台的时候是剩三台，是吧？因为当时我看到佣兵和那个前锋合修一台，那电机快好了，也闪现都没打中，然后那个。机械师娃娃有一台，啊，当时剩三台，那我可能是看错了，数字看错了，憨了憨了憨了，
哎呀，我那厂长有的打，哎呀，这尴尬了呀！幸好是直播，不是视频，视频我是不会发的。你们看不到这场的录视频，抢过去找佣兵，打一刀电击还是压好了。这边两个护臂的佣兵没有闪现，要追的话还不太好追。娃好像在被拆，这边一个在拆娃，一个在摸箱子，管了一手门，门没有人开。丢一个娃，这厂长开门站找不到人，有点尴尬。哎，这开门站找不到人，求者没有一个人在开门呢，找找说我。不应该呀，我这判断呢，对吧？耳鸣出现了，耳鸣出现人没有，这既是摸了半颗球，前方有半颗球，又面个护臂。哇，这好，找到了这边的佣兵，佣兵应该是比较好抓的，只有一个护臂，而且半血梅，他也没有双弹，一个护臂台。前面是地窖，但是那边门没有开，队友没有开门，队友还没开门。这两个队友忌惮这边的娃娃不敢开。好了，黑炭过来了，一刀，哎呀，又没打中。黑炭再破板，好，这边佣兵打，还没打，还没打，我去，这躲第三刀就过分了，躲第三刀就过分了。四元斩 ，nice 啊！我的天哪，这一刀次元斩有点帅，他这里放一个娃，那边过去把这佣兵挂，这把翻了。吉尔斯看他这边应该是要丢，等一个娃，等一个娃，他这边要等一个娃，要等一个娃来守这个。哦，这看到吉尔斯了，那不用等了，这边先把这个吉尔斯，哎，这边还是要把这佣兵给挂了，他觉得自己挽留快要结束了。但这样的话，这祭师就可以拉球去救这个前锋了，再传回去，挽留结束，看防守吧。前锋救是要救的呀，前锋要救的，过半前锋，祭师有球，想打蓄力落地刀，帅，没有插刀的，再补一刀，哇、哦，好帅啊！这开门战，虽然说。中间我电机看错了，给大家造成了一些困扰，但是我觉得这场视频还是可以发一发的，因为这个开门战真的打得太帅了。